你知道农历七月是什么月份吗？ No, I don't know. 民间传说呀，农历七月有着很多禁忌，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帮助大家破除迷信。农历七月吉祥月，美国纽约华人多，此季舒适节活动要来破除传统禁忌，还示范如何做月饼。大家一梦，这是你本来做月饼哦，好，超赞的，对，现代新出版，健康跟我来。邀请环保达人教民众用一个集装箱就能够种菜，场内外的素食摊位更是人潮热络。宣传素食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理念。Making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smoothies and vegetarian meals, because it's very healthy for you and you live a long happy life. 这是一场云游会，更是心灵飨宴。带新闻，徐义军、苏彤，美国报道。